8月29日，李某某等人涉嫌强奸案继续在海淀法院开庭。李某的律师陈叔第一个到达法庭外，接受媒体简短采访。陈律师称，案件案中有案，局中有局，对于法庭上的一切细节将在今天下午庭审结束后对外做披露。这个案子就是从这个2月16号呢晚上11点，一直呢持续到呢2月17号呢上午7点多，历时呢8个小时左右，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中间的呢互动环节比较多，这个在一起这个喝酒、唱歌、游戏，以及呢出去吃饭，一直到呢被告李天一的住宅。所以说呢，这个本身的话呢，有很多疑点，也有很多悬念。要形容一下的话呢，就是说呢，案中有案，局中有局，戏中还有戏。所以呢，这个媒体和这个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关注度和兴趣，是有道理。那比较合我逻辑。上搜狐视频，很中国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张惠妹。